因为它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还有就是他在生活中他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那然后他也是很听话一个很乖的一个小男孩，但是我想不到我拍在戏里面一直给他演的时候，他其实一直在演他自个，有时当然会有一点偏差，我们把他带回来，那但是现在他整个戏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看了没有，就那就会给观众一个很意外的，就幸亏我找了那个肖战。